中国我所采取方，俄乌战争与拜登的腿，一场战争的起源有很多原因，如何遏制住挑起战争者的企图野心，如果乔拜登能在走路时得自信保持自信控制风险而不屡屡跌倒，普京怎敢轻举妄动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，乔拜登是否知道多少人为了他的一条腿付出了生命，乔拜登代表的是美国的力量如何展现在世人面前，别说这世上恃强凌弱不把老东西放在眼里，如果乔拜登还不去到养老院安养生息，也许台海战争将因他的另一条腿燃起战火，又有多少死亡牺牲，请在美国跌倒之前采取行动，没有谁通过一再跌倒表现自己的强大之心，悲剧由喜剧引起。